大家好，我是探海烟阿峰。又先叫老表下去探底，先查一下这个海水怎么样。直接给我拖一条大后虫上来啊！中鱼了没有？有眼就抛吗？那就抛吧，你这里打吧。啊，打一下。好的。两斤哦，很肥啊。好的。哎，一条大黑雕啊。过一条黑雕。里面都是黑黑脸。这种黑雕好吃啊。皮厚厚的，这个地方没有。一下去就是一个角，我让那边去看一下。黑雕，这里黑雕很多，今天就在这里打黑雕算了。
又跑了两步走，哎，气死我了！那是多精微，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多的黑雕，这一串啊，哎呀，啊，黑雕啊，二、四、六条黑雕，已经打了八条黑雕了，不错，休息一下。吃个午饭，继续再干。老表，加油！加油！再干一票，别换地方哈。这上面飘了一个这么大的木头上来，看样子这个木材应该不是特别好。这上面长满了这个鹅颈藤壶，但是不够大。要够大的话，摘一点回去吃也不错。大家好，看海迎阳风。今天天气又好了，但是水可能不清。我们今天四个人商量决定，全部都暗潜游出去打，重走一下我们两年以前的老路线，看我们暗潜能不能打到鱼啊。
不容易哦，太不容易了，下了39次来了外海，才打了第一条金鱼吧。哦，终于算是开张了。哦，好久没有打过这么大的红鱼了。跑来送菜。我在考虑打那个黑雕还是打那个金骨鳗，然后他突然窜过来。这个妥妥的不是送菜，送鱼头。这个鱼太精了，算了，不打了。好了，上岸了，不打了，打了两条，嘿嘿。好了，回去再说，看一下老表他们回来没有。回来的时候还捡到两个刺螺，超级好吃的这种，可惜现在都不多了。回到家了，然后老表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我先称一下这条鱼，好久没打过这么大朋友，还是啊挺大的，不小啊，4斤。我现在去洗个澡，等老表他们回来。鱼呢？鱼呢？之前我们岸浅还可以打很多鱼，现在岸边的鱼都被电枪打光了。今天三个人出去，3条鱼，还好我还额外搞了两个螺，大刺螺，两个螺拿下去煮给我儿子吃。